比较崇尚这一份职业，然后出现疫情这种情况的时候，我也想冲上第一线。我被刷掉了，可能就是下半年再试一次，感觉就超过没办法，那就放弃。就是因为我哥只是当兵的嘛，会受他感染。后面已经不是个人的一种想法了，可能就是比较上升到国家的那种层次了。